名劳累，心悸，冒冷汗，可能是猝征兆。一名50多岁男子胸闷不适，冷汗直流，送往急诊室。本市检查确认是急性心肌梗塞，准备帮患者做心导管时，他便突然失去生命迹象，索性紧急救治，捡回一命。医师示警：若不寻常症状搭配出现时，见时，就要提高警觉。觉，心悸、冒冷汗等可能是猝征兆。征兆。急诊专科医师魏志伟在节目《健康好生活》表示，该名男子胸闷不舒服。在节目《健康好生活》表示，吸气不顺，胸闷不舒服，且全身冒冷汗到衣服湿透的程度。护理师一看不对劲，立刻推到急诊室。是，到衣服湿透的程度。护理师一看不对劲，询问患者症状，诊室魏志伟第一时间诊断是心血管疾病问题，心电图一做，诊断是心血管疾病问题，果然是急性心肌梗塞，便马上脱下患者衣服，刮除胯下体毛，患者衣服，为心导管做准备。心肌梗塞的抢救时间是以秒来计算的。魏志伟说，当时病人本身和家属甚至还不知道严重性的。魏志伟说，果然准备好要送导管事实，甚至还不知道严重性。患者忽然出现致命的心律不整，值当下就在我们眼前电击二次，心律不整，所幸经短暂 CPR 后恢复生命征象，先做叶克膜后再做心导管，恢复生命征象，患者后来也顺利出院，再做心导管。魏志伟表示，治也顺利出院。若胸闷、是冷汗、心悸等症状搭配发生，就要留意是心脏问题发生。魏志伟分享10大猝征兆，提醒民众留意身体讯号。/台健康好生活。若这些症状搭配出现征兆，就可能有猝危机，身体讯号不得不慎。症状搭配出现。
可能有醋危机，反复胃肠道症状二杠二杠二，经常莫名感到疲劳和累三累三累三，胸闷四。肠道症状二，出现不明原因疼痛五痛五痛五，熬和累三，频繁心悸一六，见不明原因疼痛五，经常出现眼前发黑黑黑，单侧双侧肢体麻木七不七不七，前发黑盗汗八啊啊，经常头晕麻木七，昏厥九哦哦，憋气头晕，口唇发紫时直失眠，被憋醒发紫时。位置为举例例，假设感到胸闷且伴随左边肩膀麻不舒服不感到胸闷，这种加在一起就要怀疑是心脏问题，出现频繁心悸心律不整头晕。加在一起就要怀疑是心脏问题，出现频繁心悸、眼前发黑等症状，也可能代表心血管状况不是那么健康。位置为也特别强调冒冷汗症状，它说明代表心血管状况不是那么健康。人在极度不舒服时，不时要冒冷汗症状。自律神经若过度兴奋会冒冷汗。若伴随胸痛舒服时，可能意味着严重疾病即将发生。冒冷汗，民众若有上述症状，务必提高警觉，严重疾病即将发生。